是牛奶丝，这个呢跟冰冰凉凉的冰丝有点像，但是牛奶丝再多一层丝子的感觉，所以呢也是非常，你看非常非常舒服的 one size。 好，这个颜色呢个人非常喜欢，有点肤橘肤橘的，牛奶丝一样可以把它绑起来，牛奶丝也是跟冰丝一样非常弹的，但是我刚刚讲它不一样的感觉是它又多了一个绵密的感觉，质感非常的好，很有质感的绿色，比较韩风女孩一点点的绿色，但是它也是白的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脖子是白的，这颜色真的非常有气质又很特别。然后还有夏天你可以搭白裤，搭白裤非常非常的利落好看，白色当然会微透，当然会微透，这是必定的，白色很多人喜欢，因为超级超级凉的，它有点咖又有点绿，到底是咖还是绿呢，就是叫做咖绿，它都是全弹而且超级冰凉，我觉得它有点灰紫灰紫，但它其实是灰色，它是那种铁灰色。好，有没有非常非常好看，这个啊你们当然不一定要绑，它速梯就是这么长一件，然后呢围扎也可以，然后呢圆领，有点小圆领，芥黄非常非常的亮眼，然后呢很凉，而且这个黄不挑肤，不挑肤，我们家选的黄如果挑肤的话一定会直接告诉你。夏天呢想做多帮大家增加一些可爱的颜色，拍照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黑色是因观众要求哦，一样黑色的牛奶丝穿起来一样凉爽，不会吸热，我们家牛奶丝也是非常弹的，所以呢如果你是想用绑的也是完全的 OK。牛仔蓝，牛仔蓝，然后很不一样的牛仔蓝，这个蓝色穿起来就感觉像海洋的感觉，就是很凉很凉的感觉。